再习惯不过的动作，这样每天搭着搭着也能变身幸运儿。这个不错啊，就是当优惠让常在跑的人更大的优惠。诞生于 A4 新庄复都新站，这位乘客10月20号下午2:06从 A1 台北车站进站，2:36从 A4 新庄复都新站出站。季姐等了7年，终于在24号下午2:36捕捉到这第1.5亿位乘客。而这位乘客真的好幸运，仅仅用了25块的车资就抱回价值14400元，整整一年份的基北北桃定期票。此外，在他前后的各5位乘客也能共享喜悦，都将获得总价值3600元3个月份的 T-Pass 票券。如果每多增加多少就多一个奖，我觉得这样会刺激消费啊，刺激我们搭高捷运的一个意愿。奖励机制让民众更有动力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但这第1.5亿名乘客门槛好高，一等就是好几年。民众喊话集结公司，希望下次能够缩短时间。换新闻，陈明彦、朱家松、刘北瑶、桃园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